意个电话给你，你说你正在某里工作，每天都对着电脑生活，不像我一样那么多。我刚才喝水的时候瘦脸功能好像突然消失了，刚才刚才就是我刚才就是喝水的时候那一刹那瘦脸功能，不喝了，戒掉这瓶水，影响我的形象，影响我的商业价值。天气冷，打我。